哇嘞！哇嘞！那现在不简单的。对啊，效率二。铁簪，我等下弄。好几块，给我想要三块黄金就好，谢谢。弟弟可，你有你那边有那个吗？我给你，我就基本上。谢谢。那叫什么？金石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就准备好，刷刷后啊。我在附魔台这边等待，嗷嗷待哺。嗷！第二阶段。哎，在哪？不要，还要直接先去啊？啊？先做个简单的效力金稿。那你把一些吃的给我。我也要。哦，好啦，搬家啦。哎，吵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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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鸭子在哪里？我们站在一起啊！啊不，不是我说，有人来了，你的储藏箱，有人来了，哦，在箱子的下面。他打你就是可以有两层用技能，他没有打我，但是他在那个偷窥你中，对他刚刚偷看了我一下，好可怕呀！我说箱子的下面，但箱子在哪里？在家里面，你有干掉他，垃圾是垃圾。啊，我想去啃一口的说。哎，垃圾啊垃圾，还想来皮啊？嗯，马上来个历史啊！你肯去吗？啊不，我刚刚把我的那个拿到的东西都先放进去。OK，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有去无回的。有去无回。你真有趣，拜托。哈基应该、就是，哈基飞走了。对，我们乡下还有，我去买肉，买肉肉，等一下就可以吃牛排。他在我面前吃东西很过分哎、欸！我往那边去了，那你可以吃它。欸我啃它一口。老大，阿姆哥挖不到，挖不到哎。没有头尾、欸、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听不懂。我倒哎，我台语嘛无好哎、欸。我再去啃一口。什么夹夹石头？夹。我啃到西瓜了。你爱什么岛？我无岛，我紧。岛是什么？你讲，我好厉害。麦快乐说的快，已经忘记了。我紧，我的头秃秃的，你都无要紧。啊、你没有帽子是不是？我可以给你啊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往前冲了。啊、我等等回来再补头。直接带别人的头。你要用那个技能。木木，我要黄金，全部 Q。OK。扛错这个，哎、欸，水哇，我直接全部 Q， 好强。哇、哦。没有，我只是开包包，然后把全部都丢出去。没有，有些人都只会一个一个 Q， 你已经赢了一半人了。欸、你们肯定都是会的吧？拜托！等一下，我要撤退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六十八铁。我两颗叉鸡的头。那你也可以那个、啊、卖西瓜，你看他都在卖。到了，但是你们先冲完了，对不对？我。对啊，你我们错过了，我们刚冲了超久。我没有从正面抽，我想绕。我可以等你们第二波吗？嗯，那我要等牛排出来。哎呦，牛排在烤。卖西瓜，哇，一个卖鸭，一个卖西瓜，哇，两个都好想吃哦。我们门口有三颗西瓜头。哇。不晓得今天可以有多少个西瓜汁，而且可以申请帮忙做个铁丝，已经在做了，已经在做了。啊，真好！叮，铁砧放在那个附魔那里。好，我把他这个打掉，什么意思？我被俩到了，你被俩到了。啊，你去了？怎么来吗？我死着回来，不过我没事，我拿个头好了。有呼八等，我骚扰一下，没问题，进行一个骚扰的动作。你骚扰那个啊，他们的矿工，他们矿工，有他们矿工，他们矿工已经被我吓在家里了。
我有效率三的金稿，可以借你的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你的头，你的头，我还很饱。那我二的先给你，好，先留着，谢谢你。我终于可以把绿帽摘下来了，吃不了的东西有点难过。对你没办法吃东西哦，也太多头了吧。你是来做那个吗？家庭摆设的吗？有点像。他们怎么在那边呢、啊？他们绕那边，那我绕另外一边。他们有路进来的话，可以说一下。他们往右边来了。右边啊。那里可是什么职业啊？突袭者。突袭者的技能是什么？加速。哦，他有血耶，好高科技哦！高科技，高科技，我要去烧了。他太厉害了，他作者，他已经可以出门了。小弟，衣服没喽？被他击扁了。呀，你的衣服可以再做。好，你可以那个、啊，我想要拿黄金换铁。家里的乡下，我有，乡下木桶有很多铁。有人来了！你可以上，还追着我。整个家就不用管，你只要怕打你的就好。他们烧肉那台我可以打掉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家里乡下也有很多的那个。我没有打掉，我觉得太坏了。很多的肉。我们家楼上有他们哦、喔。我不能吃肉。他带了鸭头哎、欸，他带鸭头。那很过分。对啊。他挑衅。要跟你决战，你等下就不做什么，拿他的头，然后在那边踩。哇，那个隐形钥匙好了，哎呀，回家。飞啊飞啊你！不要打架，下去吧，呱呱坠地。哦，几颗就好，黄的，谢谢。太多了。莫娜，我肚子饿了，莫娜。有。啊！可是你不留咬瓜，啊！啊！要咬瓜哦！啊！我听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换一些药水，你要不要？想咬啊！你可以喝药水吧。我的衣服不能脱。哦，那你要有那个铁镐，等一下第三阶段就可以挖钻。有李子，有李子，有。你干嘛、啊、笑成这样？笑得这么滑稽，他掉下去了。哇哇，好会哦！我跟他打个招呼。有人从右边进来了。你等。有看到？自己走进来了。没事啊，那个你不用特别，我可以走。一口飞出去了，哎、欸，哈基也学他哎、欸，可是他会飞，啊、可恶！我会从边绕。没事，我去银厂矿工。我也来了。哈基会飞。哎、欸，哈基在。等一下，哇，他的那位置。我要帮忙吗？他的那位置怎么办？我要去帮忙吗？怎么办？要！你要帮忙、哎！我找到了吗？大师测16次 ，QQ 太高了。把所有的 OK， 把他们家所有的牛肉都偷出来了。好，偷一个超没用。很抱歉，我直接脑袋整个卡顿。他也之外是下雨。好，等一下知道了。那是他们。啊，惨兮兮啊！哎呦，那是我们努力一下。对，我们努力。他们家有四个人，现在都要加。好的，加油。没事，我也有敲。你在被揍的时候换我去敲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可以那个、啊。太好了。换小店去弄，小店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小店是不错的选项。用铁，我们都放在那个乡下的木桶。对，玲玲那个下面有个木桶。我要吐了他们60个牛排，也很多铁。哇塞，
你是牛排小偷，牛排小偷，牛排小偷来不及敲哎、欸，这不牛排王，先点开，好乱，哦衣服，你好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勾勾。啊、哦，我好了，是的，我也好了，我刚刚装备都没有掉，我可以直接去。好，先喝药水，我要过去。你还穿着衣服、哦哦？要，我要脱衣服。哦，那我先不看。第三阶段，丫丫中间有钻石，杰克变暴食。有人的职业变暴食。杰克，中间钻石你们要记得挖，要记得带铁镐。好，那我也，那我去挖吗？还是没有没有，你挖你的，你那边都太远了。我挖我的，好的。嗯嗯，你那边比较重要。哎、啊，那个木木几等了？我现在33。33，那你应该要干嘛？我应该要附魔。对，那你怎么还在那里？啊、我已经快到了。附、哎嗯啊、雀，才教过你附魔。到了吗？哦哦，箱子放在哪里？那你先回去吧。那个角落有个箱子，下面有香下香。等我一下啊。尤里子，尤里子不理我。那莫娜，莫娜。这里有个箱子，箱子下有个香下香，可以放那里。然后里面有一些青金石跟铁、嗯。不对啊，你是超金。你看可不可以点到香下香？你不会，你不会活下来啊！有，我看到了。莫娜。然后我帮你把那个三十等放好。OK 吗？我要来帮你了。你、欸、可以。叫啊！我们的那个，他们在外面，附魔台在外面。附魔台在。附魔台，看我，看我，看 ID， 跑远了， ID、加核心。有人在楼上，有人在我们家楼上。烤西瓜，烤西瓜， yeah~、来这里，没有，这边就可以点到附魔台。哦、oh. oh. ，衣服啊， oh. 衣服你应该是尖刺二吧？你可以把它附，你看。我没有带青金石。啊，香下，我刚刚有放给你。香下，这里，我就说这个箱子下面有个木桶，看你可不可以点得到。哦，这箱下还有个木桶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刚刚说的就这个。You got it。哦，真的耶！ Oh my gosh， 真的，这也太难点了吧！我以为是这个大箱下面，我都把它。有人到了吗？可以，有人可以、啊。你可以先附衣服，你的衣服应该。好，先附。我是好痒，抓他！尖刺二，尖刺二，要对对对，要抓哎碎，哎碎、欸。好。木，我可以啃你一口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可以。好。尖刺二啊，尖刺二 OK、嗯、他们都矿矿工没有出来，哎、欸，有个衰落声音，又来了，哈基又来了，他在上面，难怪天上很臭，不是天上真的刚刚掉了一大片紫色的鳞片，燃烧弹啊，爆炸，暗沉暗沉，哎、欸，倒了。有，没事，这个阿基交给我，你们就尽管冲，跟中间拿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木木应该附了两件装备了吧？没有呢，因为另外两件没有东西。啊，你有洗附魔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洗附魔。那你就回去挖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教你洗附魔了？哦哦，好，没问题，现在马上去洗。好混乱，好混乱！中间你洗也可以洗你身上的斧头跟镐子，因为它也不会有特别的。OK， 对，好直接先弄、欸，有需要再做不同的，有吗？剑啊，装备啊，看有没有香香的。等下我太饿了，我去旁边吃一下。你说本人啃了一口，不是，杰克一直吃，对，他也啃我一口，他打到门口来了都。他没事，我们还是赚的。没事，我要换一点道具，要不然我会很。哎、欸，他来了。哎、欸，他又来。他趁我在外面。哎、欸，没事。在哪 ？OK。打掉。我点不到箱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箱子好困难。欸，这里可以点到吗？这里总点得到了吧？不是，你从侧边一定点得到啊。哎、欸，是因为我东西满了吗？没有啊。